旁观阶段呢，不顾这个，喜欢这个位置全部。我们第一次看见阿宝，鼻子都堵了，没法出声。即使浑身是伤，他还是忍着疼。倒车被压了，被车压的，下巴已经断了，后腿也是。他的伤势很严重，后腿也是断着的。但是给医院取个名字，我们都不想忘记。给他取个名字叫阿宝。膀胱阶段了，检查后情况比预估的还糟糕。这个呢？但是应该脱臼，该复合位。经过手术和一周的治疗后，阿宝可以吃东西了，但是吃的不多。随着治疗的深入，他的情况越来越好。半个月后，阿宝已经可以走路了。以前好舒服。温顺亲人又坚强的阿宝得到了大家的偏爱，下一步还要给他做骨科手术。希望每个生命都能得到尊重，希望所有的生命都能被善待。